果是在这之前买的那个一些车主啊，你就会砍掉。啊，我当初买这个车，然后加这个 ACC 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还是个标配？换比较快。对啊。欢迎来到中古车值多少？我们现在在公司。好，我等一下去帮同事看一台 C300 Coupe。对，然后他是2019年总代理的。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觉得 Coupe 蛮帅的，然后黑色的，好10000出头。那正常 C300 Coupe 的话，行情大约落在180几。那剩下就是看他的车况跟气氛。那我们剩下的直接到现场带大家下去看吧。哦耶！我们这台 C300 Coupe 已经收到了。这台 C300 它是总代理的，总代的 C Class C300 是从2019年才开始，而且它这个你知道19年的 C Class， 不管你是 Sedan 还是 Coupe， 它都是标配 ACC， 然后。如果是在这之前买的那个一些车主啊，你就会感觉啊，我当初买这个车，然后加这个 ACC 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还是个标配？换比较快。对啊。那这台车我其实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它的仪表，就仪表而已。嗯。就仪表很帅啊，它可以去。数位的。对啊，就没有指针，被取代。对，已经就那时候没有人会用，没关系。嗯，很棒。其实它还有很多模式可以去调，这模式我觉得还不错。还有什么运动啊，然后古典啊，或什么？然后古典它就会跑出一个指针。它就是比较适合老人用的。对，然后运动也会。前卫的话就比较科技，对，这我就觉得是 OK 的，然后可以看一样都是看很多的资讯，然后宾士的话它的 ACC 新款的它都会坐在左边方向盘的左边的快步键，然后它还有它主被动蛮多的。那我就不接受了，也就是像那种车道维持啊，该有的都有。对，该有的都有。然后再來是，大家可以帮我解答一下，就是他如果人站在后面的话，要怎么把后车厢打开？这样。因为我上次有问过，然后今天看车的时候在找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然后我用钥匙按，然后因为他这边还是有开关的，可是这样子就变成你一定要从车内。啊，车外我是还没找到，等一下回公司再找。啊，对啊。那他目前，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没有玻璃。哦。他没有选玻璃。这可以自己画一下。你说加上去吗？
像蛮难的，因为真正的柏林它是在国外制造，然后它的这个车载系统里面它会有一个环绕音场，就是柏林之音的环绕音场。对，加的话也是可以，只是要整组一起加，因为很贵呢。真的可以啊，记得是可以。好，还是我们等一下开原厂，回原厂装。乱嘞。然后原厂会由我们来乱。我觉得这个啊，看这个他们叫什么？以前的 C Class 都是用那个钢筋高漆，然后那个很容易刮伤，然后一刮伤就很明显。那这个不会，这个你用手这样去弄，都没事。它也是会刮伤，只是你看不太到而已，对吧？这个我就觉得很漂亮，会不会哪天生蚁虫？啊？蚁虫？哎。是塑胶的啦，是塑胶的，我以为它真材。贴纸而已，这不是贴纸而已吧？真的吗？帮我抠抠看。不要了。看，没有了。OK， 然后这个，这个是自动停车，然后这个自动停车呢，它是我们一般是路边停车嘛？它刚有感应到旁边的停车格。对啊，但是它没有感应到栅栏。对，哦，它真的会这样停远？它可以就是这样，哦，不是像路边的，它就是直的。它会把鼓了？对对对，会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一样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模式的调整 ，Sport， 然后 Sport Plus， 然后自定义，对自己的。哎、欸，其实 Coupe 的悬吊我觉得比较硬，应该有觉得比以往开的 C Class 都比较硬。那、欸、你昨天那台 C300 硬吗？坐起来的感觉？硬，硬，这还硬，比这还硬？是假的？对，印象中的。因为它新啊。对啊。对，它新。基本上我觉得这台车不错，唯一大家会考虑的点就是因为它是 Coupe。这样的，嗯 ，OK， 我们这台最终的收购价格是185万，开价，开价嘛，我们好像开，刚刚老板是跟我讲多少？没关系，就在那，在这里，对，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件事情有点多，有点健忘，好，对 ，OK， 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支 C300 Coupe 的。就先到这边。好，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的价格，建议你直接加我们的官方 LINE， 我们有时间就马上回复，我去估下一台车子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